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春，欢迎来到阿春变异失落。本期呢，我们来打一期这个第九区这个地图啊，第九区，没错，第九区这个图，虽然我个人感觉非常的好玩，但是呢，总是觉得这张图出现的次数是非常的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说这张图也是变成了一个比较非主流的图啊，但是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这张图的。好了，话不多说了，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装备。今天呢，我也是用。为数不多的用了自己的账号啊，大家也看到我这边呢，猎魔双鱼、幻彩沙鹰、波斯弯刀，外加一颗闪光弹啊。哎，很多人说你哪来这么多枪啊，是不是？哎，我又没说这些是永久的，是吧？哎，最近这个搞活动啊，搞的是非常的频繁，我这一上线啊，就噼里哗啦送了我一大堆装备。 I'm very 的 happy， 所以说哎呀，这么凶残啊，这么凶残！我们这个双鱼啊，是非常好用的一个这个游击神器啊，打游击的神器。哎，小伙子站着不动是几个意思啊？可以上了啊！管你是真挂机还是假挂机，先带走再说。哎呀，可是他这个还把我血线给我抓了。好啊，好了，哎，他直接被我刀掉以后呢，直接退游戏了啊！哎呀，你说你这个心脸是太脆弱了。你看我被人刀了以后，我从来都不退游戏。我有的时候连剪辑我都不剪，是不是？要勇于面对自己的失败。被刀了怎么了？被刀下次再把我刀回来啊，是不是？你看你这怂的，直接退游戏了。哎，看不起你啊，看不起你。好，那我们装完逼以后呢，哎，赶紧跑吧。好，这场上的话，这个人好少啊。我记得进来的时候好像是满人的，怎么我一进来怎么都退了啊？我这个自带主角光环吗？啊，把他们都吓跑了吗？他们的母体也是盯上了我啊。哎，他看，哎呦，这个英俊的小伙子，哎，这个肉一定非常鲜美，是吧？长得英俊的人，这个肉都比较好吃。像这个唐僧就是一个啊，就是一个例子。好，哎呦，这个地方的话好像会被抓到啊，我不知道会不会被抓到，好像会被抓到啊，小心点，跳过去吧。好啊，哎，他应该是能抓到的，我记得啊，小心点。好，这个猎魔双鱼的好处在于这个左右键同时，哎，他达人梯，赶紧变，好 ，nice， 变了以后赶紧跑啊！我天，这么多人，哎，被群殴了，被堵住了。哦，直接是被一群人啊围成一个圈啊，围在中间，一人一拳头，直接把我打成胖子了，哎，打得我满地找牙。好，看看这个队友啊，这个人怎么变少了？我记得这个我进来的时候是满人的啊，哎，我加这个房间的时候是满人，怎么他们一进来就退了？什么意思？是不是看到这个房间里有这么厉害的人啊，都吓得赶紧跑了？好，可以看到这个两个队友都有点卡，看没有？走走停停，人生嘛，这趟旅途就应该这样啊，就应该像这个卡逼一样，走走停停，欣赏沿途的风景啊。好，请叫我扯淡专家。我们现在呢，需要找一个地方守一下啊，找一个地方守一下。另外呢，这一期的 BGM 啊，就是背景音乐，虽然说声音可能比较小，大家可能是听不到的啊。你仔细听的话是能听到的，都是这个日文的歌啊。哎呀，变母体了，不是母体啊，被上天选中了。那么这个 BGM 都可以在我的这个歌单里找到。我的歌单跟大家说过，你可以去这个，可以去下一个叫网易云音乐的一个软件，然后从里面呢搜索爱阿春啊，那个爱呢不是汉字的那个爱，是字母的爱啊，阿春就是阿春啊，然后爱阿春嘛。然后你找到我这个用户以后呢，你可以看一下我收藏的歌单，我的这个背景音乐都是从歌单里面找的啊，都在歌单里面，然后有一个我最喜爱的歌单，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歌单啊，比如说这里面的歌的都是个歌单呢，都是叫做什么魔性的日文歌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这里面的歌都挺有意思的，是吧？都挺有意思的。来，哟，直接给打死了啊！好，咱们打游击啊，打游击，这么好的装备为什么不打游击？直接干，哎，再干，哎，不好意思，哎，什么情况？别闹好不好？哎呀，终于给他砍掉了啊！这是个不是残血的话，刀三刀才能刀死啊。不过这个家伙也是被我们这砍的是晕头转向，这个不好了啊！哎，我们卡了一下，好，我们作死去。差一点。 OK， 这群人在上面躲着，以为哎，我来先搞这边这个拿 M 刺的队友啊，不是曾经的队友啊，现在已经反目成仇了，看没有？他想跑了，看没有？哎，打不过就跑，机智啊！他由于是我亲眼见他把他主武器扔了，所以说完全没有必要怕他了，直接追着打啊，
他把自己的注入器子弹打完了嘛。好，哎，这是冤家路窄，我们又见面了，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哎，是不是你？来来来，来控一下血，差不多了，其实，差不多了，不要怂啊！哎，怎么还没闪红？有点慌啊！这下闪红了，哎，哦，啊、可恶，手残了啊！快了那么0.5秒吧，啊，我想用轻刀解决他了，起刀起早了。轻刀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贴着脸的时候再砍就好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啊，很大的失误，不过也不要紧啊。感觉这什么情况，房间的人怎么都走没了，房间的人怎么都走没了，什么意思？瞬间就跑一半了啊，16个人就剩9个人了。好吧，人少人少也不要紧，其实人少一点的话更好打，因为人太多，你他这个小僵尸都是到处地儿的复活嘛，啊，到处地儿复活，人少一点还是好的。你像那个圣诞游乐场这张图，我就觉得真是太恶心了啊！地图本身就小，然后16个人，满地图都是啊，就都是僵尸，来杀个鸡给猴看啊！哎，在座各位都是猴，看没有？我杀鸡给你们看，你们怕不怕？啊，你们怕不怕？来、啊，我再杀一个给你们看。回，哎，怕不怕？好，这边这两个队友都变了啊！你们俩运气可真背啊！好，他要追上来了啊！他要追上来了，来，你敢追吗？你敢追，我就敢干。哎呀，怂了啊，怂了，别怂啊！哎，堵着你脑袋打，我跟你讲，哎，堵着你脑袋打。这个猎魔双鱼这个火力是非常猛的，看俩，不开，喂，哎，嚯，要，不过依然是没有问题啊！我还特地买了弹夹，我跟你讲，我不吹不黑啊！啊，给个闪红了，我们可以先去搞这个闪红的。这么硬，小伙儿，我看你这么硬，我不刀你，我都觉得对不住你啊！这个母体也挺硬，还在追着我，还在追着我打是吧？行啊，行，你敢闪红，我就敢刀。打母体的话，还是闪红了刀比较好，他差不多该闪红了吧？我也是一直在控血，哎，这队友怎么直接给他收了？打了这么久也差不多了，然后队友呢，直接是非常心急的把他给收了。你这么心急干什么？哎，这是一个闪红的，没注意啊！闪红的这个。最好就是抓住机会刀掉，本来能刀的就不多，闪红的还不刀掉，那就不好了。这个我们可以来一个从天而降啊！啊，当然了，他们会搭人梯，好像要停六停六停，哇，玩的溜啊！哎，玩的溜，还知道搭人梯，还有配合了是吧？可以。哎，这小比伯要死啊！你看看，你说你这个小比伯，你不是作死，你是干什么 ？OK， 啊，跟我们学学，多么的稳健啊，多么的稳健！哎，非常稳，你看是随便一打就5连杀。你要是守点不到僵尸的话，你这个这几十连杀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嘛，但是没什么意思。你看你守点的话，你只要有好装备啊，有好的枪，再搞个备用弹夹，等稳啊，等稳。装完兵就想跑啊，装完兵就想跑。要！哎呀，怎么这么巧？他转角的时候正好是开了一个盾啊，这也来不及了。我感觉要被刀了。好，很给我面子啊，很给我面子。这个房间好像还没见到还没有见到幽默审判的。前几天打这个啊，就打着玩嘛，哎，这最近这个生化技术有点下降，我就自己打着玩，练技术嘛。进一个房间就能见上一两个默认审判，几乎每一个房间都有默认审判，真是烦的要死啊！大家也是注意到我很少用默认审判，虽然说我那赞助的账号里是有默认审判的，但是我很少用默认审判，我感觉啊，就是。不是很喜欢那个武器，虽然是英雄级武器，也是很厉害啊，但是我不是很喜欢啊，我感觉，对，就是不喜欢啊，就是不喜欢，太厉害了啊，太厉害了。再说了，我还老是被那个觉醒技能给坑，啊，我已经被坑了很多次，但是我就发现，哎，被坑这么多次还是不长教训啊，我就干脆不用了。不过大家要是想看的话，我可以玩一玩啊，那个武器确实是厉害啊，确实厉害。好。啊，这个我们的副武器这个幻彩杀鹰呢，可以顺便说一下，这也是我是这个，幻彩杀鹰呢，算是杀鹰系里面我最喜欢的一把了。啊，它的射速非常的快，这个系统呢非常的照顾我啊，非常的照顾我。他觉得我今天如果不变僵尸的话呢，可能会这个啊装逼到失控，所以说赶紧啊，哎，让我冷静冷静。哎，看到没有，见到一个末日审判的，我就说每一个房间都有末日审判，这让人很难受。好，这边有两个啊，哎，有个自己跳下来了是吧？他自己跳下来了，那你自己跳下来，我就不给你面子了啊，直接搞。哎，我这个都抓上了，兄弟，这是延迟吗？哎，这是延迟啊，肯定是延迟。我亲眼看到我抓到他了啊，啊，这里又一个审判，我的天！我说实话，真的看到审判我就有点
就有点慌，这个审判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啊！谁玩都能玩得很溜。好，啊，再来抓一个吧，啊，再来抓一个，啊，看你看在你是审判的面子上，我才抓你的，真是的。呀，来了一个，哦，这，我去。好，我们的这个还好，我们这边的火力呢还是非常够猛的。好，闪红，你去受死吧！你还母起了不起是吧？还追着我打了你，好完美，非常漂亮的刀掉一个母起啊！你像这种闪红的母体，不要搂罗上去轻刀直接干，不要怂，不闪红了怕什么？这个说实话，刀僵尸我现在发现真是没什么技术。你看这闪红的一刀不就解决了吗？啊，有什么技术含量吗？是不是有什么技术含量？啊，有个卵技术含量啊，毫无技术含量啊，就是说闪红的你轻刀啊一砍就砍死。真正刀僵尸的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在于那种控血，然后没有闪红，你自己把握那个度啊，这个是比较难的。当然了，像我这种还属于。比较啊，生化技术没到这么牛逼啊！大家好，我这个数学呢学的不够好，像这种预判这个血量之类的，这个对我来讲还是很难的。再说了，像我这种追求稳的男人啊，像我这么稳的男人，我肯定是要打红了再刀的嘛。当然了，也是有一些打不红刀了，那是看情况嘛啊，这个东西也是看情况。打不红刀的话也是可以的，就大不了你。就像我刚开始的那一刀那一个，你打不红刀不了，再刀一次吧，啊，再刀一次，好，赶紧变啊，是不是很稳啊？很稳，你也别跑，哎，你也别跑，你有本事别跑，是不是？还有三个疾风体，还有三个变异体，我们现在是可以直接满图追着他这，满图追着他打了，完全不要怕，完全不要怕啊，完全不要怕，看没有，这还有挂机的啊，你加血吗？他在，哎，人呢？来推游戏了吗？哎，哎，哦，哎，你怎么什么时候上去的？来，你下来，啊，你下来，你下来啊！我就在这等着你，啊，我就在这看着你，你敢不敢下来？怂啊，怂！他在上面跟我跳舞啊，太怂了啊，太怂了！好，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是来到了第四回合。这个波斯弯刀啊，除了它的这个外观呢，可能会对某些强迫症的啊玩家呢。产生一定的这个视觉的这个不爽的这种效果，哎呀，怎么又让我变了？我不想玩这个游戏了，干什么这是？能不能体谅一下我们这些做视频的啊？我发现了，我每次一开录像，他这边就变的几率就特别的高啊！我自己打的时候都没有变这么多次，可能是看我太厉害了，怕我变个僵尸，万一是吧？哎，打得太好了，啊，自动平衡一下。好，这边人那边多，咱们就别去送死了。这是很难搞啊，这么多人，最好是先去找这种单崩的，对，单崩的，你看这有一个单崩的在打我，哎，谁打我，哎，在哪？不去，在上面，还是拿的门神啊，门神费，还这里一个刚复活的小比伯，哎，你还无敌，你还无敌 ，OK， 我们又回来了啊，呀，真是这个有缘分的，哎，我捡了个什么东西啊？天哪，我不要这个枪，哎，我不要这枪，兄弟，哎，怎么摁错了？好，可以上刀了，我觉得。哎，不行，真的，因为又来了一个，又来了一个。哎，不要慌啊，不要慌，看他追不追上来。啊，他果然追上来了。要追上来的不仅是什么，还有一个母体啊。好，我们的这个火力全开啊，这啊不是火力全开，就是这个分开打。当然，火力全开也是可以的。不过火力全开的话，这个，你如果你一换弹的话，两个同时换就很蛋疼了。最好还是一个一个的来。这个母体又是紧追不舍，是吧？那又是紧追我不放，你既然紧追我不放，我就让你吃点苦头了啊！就让你吃点苦头了。好，差不多开始准备控血啊，注意小心一点。啊，你别开盾呢！哎呀，我还被他卡在这个门这边啊！哎，这一开盾的话就是比较忧伤啊，一开盾这个防御力顿时上升，而且他要一开盾你上刀就是很愚蠢了，最主要是刚才想跑都跑不了。啊，终于时刻来了，那这一局咱们是没什么机会了，来，咱们静静看英雄装逼吧，啊，静静看英雄装逼。猎魔双鱼我玩的还是比较少的，哎，你看看这个家伙，他不变啊，他不变就是下场就是这个什么，猎魔双鱼他厉害之处，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于他这个左右这个分开啊，分开控制。你左边打完呢，可以用右边打。右边打的时候呢，左边还可以换弹啊。左边换完弹了的话呢，右边也可以接着换弹，左边再打。这样的话是一个叫什么续航能力啊，续航能力非常的强。
这应该是这把枪的最优越之处吧。啊，优越之处，每一把枪呢都算是就是从特色这方面讲的，都应该都是有那么一点亮点的。这把枪的亮点可能就在这里了。说实话，它的这个威力啊，什么射速啊，这些都其实都一般了，都一般了。它厉害之处就是这个可以分开换弹。你像那个双持蓝魔啊，对，蓝魔啊，就是蓝魔，双持蓝魔，它那个要是能分开换弹的话，我觉得也是很好用，也是很好的啊。好，这次没有变啊，系统可算是给个面子。来来来，杀鸡给猴看的啊，哎。走，这个图打游击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在后面这一块开阔的地方。当然了，首先你要发现一个目标。你看我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的僵尸越来越喜欢成群结队的行动了，他们要么就不来啊，要么就一下子来一大片，你这玩个卵。好，这边一个叫 SB 的小伙伴，他竟然拿小刀干掉一个，6666，果然是个硬汉啊， tough man， 我敬你是条汉子，来干了这碗热翔，我敬你是条汉子。好，他们这么硬，我们也要硬一点，是吧？我们也不能死啊！来，我们也去这个找点啊，找点事儿玩去，找点 trouble 啊，找点 trouble。你看这边一个母体，走，我们去找 trouble 啊，我们找。你看他肯定在装挂机，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哎，对，他真是在装挂机啊！那为什么他抓我不抓小比伯呢？这两个肯定就有肮脏的交易，看没有？哎，肮脏的交易。你看这，你看，哎，你看没有？看没有？那我就不让你刀，哎，你俩在这里交易，你让你俩在这里交易，打死你，不像话了。好，他又在这里复活了，来，你别跑，你不要怂啊，你不要怂，这个母体是什么意思？哎，来个小比伯，你看看，哎，你只交易了一个人，是不是？我不信你买通了所有的僵尸，他只买通了母体啊。但是他没有买通其他的僵尸，他开了这个盾呢，你就先别打他了。好，咱们一把枪里的子弹已经是打完了啊，咱们也是准备可以上刀了。不要怂，就是干，不要怂，就是干。我天，哎呀，第二刀没补上。可是为什么一个中刀砍到以后他还是没有闪红？难道是这血差太多了吗？啊，就这样，我们又错失一次英雄啊，就是因为在最后的这个，就是因为在最后这一个几秒的时候啊，想去作死一下，结果耍砸了，这就不好了。那咱们去找点人啊，去找这边有两个异性英雄呢，我觉得他们是没有什么好怕的啊，没有什么好怕的，咱们直接上。你看还是榴弹的啊，榴弹就更没有什么好怕的，直接搞啊，两个榴弹那就更没有什么好怕的。好，来直接堵着脸，哎啊，好拔，好，现在场上呢就剩这一个啊，就剩这一个母体了啊。你看这个母体经过交易以后呢，非常的疲倦，哎，看没有，他累了，不行了，他要撤了，哎，他也是太卡了，看没有，走走停停，好，好了，我要好好玩了啊，为了表示我这局好好玩了，我要先杀个鸡，好，哎，杀鸡励志，来再杀一个鸡啊，再杀一个鸡 ，double chicken。我已经习惯了啊！说真的，我已经习惯了，好吧，变就变吧。走，咱们去抓个人。哎，小比伯，哎，小比伯，天哪！啊，我还以为他要找我，很给面子吗？我又回来了啊！我又回来了。哎，又是你啊！又是你，拿什么枪这是？好，哎呀，15炫彩，他这个刀不了我，刀不了我，你还。OK， 我想想，我是要手点呢，还是打游击呢？还没有想好，打游击啊，打游击，闪红了啊，闪红了，但是后面来了个母体，我先去搞那个闪红的去，他还在吗？他还在啊，来，不要加血，哎，不要加血，加什么血啊？真是，好，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我们追着他打啊，追着他屁股打。哎，又被母体盯上了啊！母体好像格外喜欢我，那个开加速的小激光器，我比较烦这种开加速，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刀了你啊！就冲你这开加速，我一定要刀了你！别跑，你现在，他跑了，我跟你讲，你跑不了了，伙计。哎，这是刚才那个吗？啊，不是啊，火力全开，火力全开，不要怂，
不要怂 ，nice！ 队友给我们一个完美的啊，漂亮的助攻，非常 nice。好，后面还有一个继续追的啊，哎，完全不虚啊，完全不虚啊。啊，这个叫 SB 的小比伯真的是啊，真是个 SB 啊，拿着小刀就往上扑。好，他被抓了，抓他那个人好像是上一局跟他进行交易的那个家伙啊，你看看，所以说，哎，这俩不是真爱。好了，抓紧时刻了啊，抓紧时刻，我们血线还没有掉，哎，这是非常 nice 的，我们还可以再。还可以再来一波哦，哎，还可以再来一波。好，我们来一波啊，再来一波。来，不要怂啊，再来一波，还再来一波。你给我过来，哎，你给我过来。啊，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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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上面有人下来了，来，你开盾啊。像这种开盾的话，你可以打他屁股啊，打他屁股，他屁股是没，他后面是没有盾的。好，堵着脑，堵着母体中，哎哎。哎，这母鸡爪子有点厉害，我去，我先撤了，我先撤了，我先撤了。哇哇，别追了，别追了。哇，这爪子有点厉害。我去，快跑，快跑，快跑！这爪子真的是很厉害啊！看到没有，我瞬间2000滴血了。哎呀，别追了，别追了。哇，他快射线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呜呼！哦，死追啊，死命追啊！就不该去惹母鸡，不该去惹母鸡。哎，被母鸡追上，盯上了以后追着我打。好吧，那咱们这期视频呢也是不知不觉到了结束啊尾声了，怎么这么快啊？好，不要汽水啊，不要汽水，我们继续再拿我们的这个力魔双鱼啊，再来打一回合。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了，另外说点题外话，就是上一期说跟冷兄一起来拍一期这个客串的啊，然而冷兄他那个比较忙啊，比较忙，所以说这个啥他没能拍成啊，没能拍成，下次再有机会吧。再来一刀还不死，哎呀，这个被抢了。然后还有就是新版本不是有一个刷挑战获得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全那个叫什么铁甲啊，什么什么铁，我不知道叫什么啊，就那个刷挑战的那个精神武器啊，我现在正在借啊，如果谁刷到了可以发到我的QQ邮箱，不要发到我QQ上，我QQ不上了啊，我QQ不登QQ的，你可以把账号密码和大区以及不玩的不什么时候不玩，你可以啊把这些东西都发到我邮箱里，如果我要用你的号呢，我会给你提前回复，回复，然后这个啊，用一下那个你的号。当然了，这个几率还是很低的啊，刷这种挑战的中爆的这种装备啊，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不过我相信我粉丝那么多，应该啊总会有一两个刷出来的吧，只要能刷出来就好。哎，别打，都别打，这是我的，你妹，你们的妹，你们的妹，都在这里给我抢。那我打算刀母起啊，不吹不黑啊，刀母起，来来来，队友队友队友，打打打打呀打呀，哎，你怎么现在不打了，我去，一群坑爹，一群坑爹。好，闪红了还追，闪红了还追，闪红了还追，就得给你点颜色了啊， give you color CC。 有有有有有，这很难，这个母起真的是又盯上我了，好了，把打死了，我们还有个铁甲起，我们的左边的这个枪，哎，后面有人，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啊，就是这个那个挑战的那个武器的事情在这里跟大家借一下，然后另外再提醒大家，哎，还能变回去，还能变回去啊，变回去了，那个就是再另外提醒一下大家，不要相信在QQ上找你借号的人啊，就是说我，你像如果我出新枪做评测什么的话，这种事都是通过邮箱，就是自主啊，就是大家有想提供账号的可以发到我邮箱里，然后我看到了，如果需要的话呢，我会回复你的啊。如果你不放心的话，你可以，如果24小时内没有给你回复，可能要么就没看到，要么就是不用你的号，你可以改下密码，你不放心的话。然后除此之外，我不会在什么粉丝群啊什么的，因为我确实我都不上的，不会给你们借号，一定要瞪大眼睛，不要被骗号什么的啊，这种事情。那就是这样了，好的，那么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啊，下期再见，拜拜。